知道鬼鬼不能来，你有哭。你这个回太快了，笑太开心，你要酝酿酝酿。昨天晚上就没有了，因为我觉得跟他算是很能斗嘴，然后也都很了解彼此的人，那当然会有一点点失落感这样子。临近信义区的微风松糕的福乐纵享限定快闪店，福乐纵享果实优酪设计的新甜点，大家或许那天有空的话可以去看看啊，好厉害哦，好帅哦。好阳光哦！你知道鬼鬼不能来，你有哭哭？你这个回太快了，笑太开心，你要酝酿酝酿。昨天晚上就没有，你现在超开心的。没有，怎么会开心？我未留他吗？我没有，因为我不是制作单位啊。我当然也希望我可以有未留他的能力啦，因为我觉得跟他算是很能斗嘴，然后也都很了解彼此的人，那当然会有一点点失落感这样子。真的是没什么实境节目的经验。有点不知道那个讲话的点这样子，但是同时我们节目里面还是会有一些就是好像有点综艺的环境，我竟然觉得好像有一种安心感。现在玩游戏是不是？我突然觉得很纯。那宪哥有看好吗？他同意我来，我觉得他就是给我大绿灯了。哦，你要经过他同意啊？当然了，记得一下。大家以后请买我的自传。喜欢。不想说请爸爸来验收场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应该很好玩。好期待，有点可怕。压力好大哦。哎，这个想法还是先收。哎，真的。哎，你知道亚伦今年税要缴到几千？哦，不要，千万。有。没有，真的没有人缴得到那个钱。其实我一看到他，我就先跪下。哇。不要再渲染这件事了。对啊，真的是假的，业障重。真的没有，没有正常报，我就是没有赚到那个需要缴到那个这个钱。拜托，我妈已经打给我说，你不要再讲钱的事情。我说我真的没有，是哥哥就是某个记者哥哥问的这样子。渣渣也赚很多啊。我没有，那胡说八道。转移了一下焦点。要这样子是不是？我要讲。你可以讲旁边那个也赚很多。哦，对，赚好多。对啊。